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Michael Zhao。今天又是6月30号了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突然间看到了这样一个视频。这个视频是看得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太震撼了。这个视频没有什么高清的画质、优秀的音质，但是它给我的感动却是成吨的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家驹的音乐依然在影响着全球的华人，依旧感动着这么多的人。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打动人。当光辉岁月响起，当你亲历这样的场景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被感动，我也情不自禁地要跟着弹吉他。